他现在就属于一个流浪汉了，毛全都打结了，特别害怕拧呀。你看，哎呦，这都嘎了，弄大一坨，这都全都是的。这不是把我们的美颜颜值露出来了，那个毛发把它全部挡住了，把这些毛发剪掉，属于把它那个行囊卸下来了，背个特别多的那个打结毛发，可沉了，我感觉。起个名字，先叫姨，如果有更好的，咱再改一下它，好不好？嗯。你看它的毛发，跟胡子都可长了。你要不要给我打声招呼？我叫小猪，你叫什么？你叫依依。你看看我，小宝妹，你怎么跑出来的？刚才你还在里面呢，你看看我，还不敢看。他是这个无的，你这个毛发，我得给你去。你是真配合我。凉快了吧？小风一吹，你得可凉快了，现在不热了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！你看你多漂亮，毛发都掉没有了。打色的太低吧？嗯。好像和小灰灰一个品种，感觉比小灰灰大，挺行。地方找不着了。咦？咦？哎？寻毛吗？哎？哎，肉肉。哎呀，大宝贝越来越好，嘿嘿。不好咬，你看拿下来。我别强修了，他不知道里面。哎呀，你掉上来了哈。你咬不，你看挤的。我给你粉碎一点。他撑不住了，可香可香了，是吧，肉肉？哎，他只能后退走的呢。抓手术的意思，慢点，对，慢慢。
他自己也想走路。垫子这边凉不凉？躺不上去。吃饭。我刚才给带护套了，我刚才想抱他，我看他别嫌弃疼。嗯。你四岁的，行不行？等一下还得问一下院长呢，可是老是后腿，可别心情有什么问题。是的，走现在是主管按摩，等回来给你。得等几天。等回去，过几天看看吧。伤口没有额外那个流脓都没有。对，他们天天给护着呢。嗯。哎，过来，走不走？妈妈。哎。你看他不愿意动腿。过来，妈妈，去忙忙。他就不愿意动那个腿。好像有点动机。对，我都发现他一直感觉看我的时候跟没有目标一样，看不到的呀。水不喝。哎呦。他眼很大很大。想着把他抱下来，他就是怎么做完手术还是到地面，有的时候会一直后退。后退啊？他以前后退吗？以前后退，以前后退，我认为是没做手术，但现在做完手术还后退。可能习惯了，他跟那个就是转性啊。做完手术，他的目的是让他复位。嗯。他本来是错位的，让他复位，复位以后他还要适应，知道吧？他就不会再出现错位的这种情况。后面就还是说白了，就是等他伤口恢复好了，再慢慢的让复健就行了。行，他刚往后退，他刚往后退，还是往后退，那是改变不了，行为习惯是改变不了。好，明白吗？嗯，那我知道。